看不清。那看不清。太牛了吧！紫妍粉那个，白天直播各种油炸，晚上猪咸酥鸡开卖，肯定好吃。薯条面软，但是现在留的越久，它越脆。刚开始炸出来的时候，它没有那么脆，然后现在越吃越脆。但里面是软的，外面很脆。这个就是红薯，这个还没炸好。这个还没有炸好。那我直接把这些都倒进去炸。反正炸好它自己就起来了。我也学一下，没看到。红薯怎么炸？其他怎么炸？可以说一下吗？可以呀，蚂蚱可以炸两次。不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炸，就是把这个土豆切成那个土豆丝，然后就裹一点面粉，然后面粉里面加一点盐，少量的盐，然后。把这一锅油给炸了，那个温度最高温的时候就把它放进去。放进去的时候不要去动它，等一会再动它，你不能一放进去就去动它。你要放进去也要等一会才能去扒拉它，你不能直接去扒拉它，不然那个粉会掉的。你要放一下，就这样放一下，然后时不时去翻一下就好。裹这个面粉，这个是普通的面粉，裹一点。我要拿个勺子，等一下炸饼给你看，那个饼就跟那个土豆差不多。你再看看我的薯条。好的，我把它缩小。